啊喽哈，奇奇咪喵咪打战争时间了、啊、哎，那今天晚上九点一样是我们的随便聊随便打环节喽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哎，西游转战这边又是我们的特级猫咪记时间了，好不好？那基本上按照惯例啊，特级猫咪记时间的话，因为里面的话还有两只的这个蓝眼睛泽平是没有，一个是我们的这边的伊邪那美跟我们这边的这个黑暗伏挪哦，所以每一次看到这个的话呢，我们就是继续给他抽一下，看一下究竟要抽到什么时候我们才有机会拿到黑暗伏挪，好不好？真的、欸，目前来说大概就只有这个卡池，我一定会就是疯狂乱抽的，各位，就是看到它就要抽一次这样的感觉。但是我觉得那都还是不会让那个啦，都还是不会用我们这边的这个罐头。欸，不是那个我们那个合作活动是不是很久没出现了呀、啊？各位，不是应该圣魔大战一下了吗？还是其实这一次塔板不会有啊？台版如果没有圣魔大战的话，那完蛋了耶！那感觉我们真的就是要赶快找时间继续，就是去经营一下我们日本版本的。如果他开始有一些就是那个就是东西不会过来的话，那感觉好像确实两个版本都要给他经营一下了哦。好，这边两个这边的这个基础猫猫，这边全部都是 NP 的 feel 了哦，来全部换成 NP， 好来吧各位。三张金券，然后加我们这边总共十八张，好不好？来，十八、十八、十八，好不好？十八、十八、十八，有没有机会？拜托了，好不好？求你了，伊邪那美或是黑暗伏挪都可以。好，冰刀二人组，集技各位。但我们上次啊，忘记是抽哪一个，我们好像抽日本那边，对不对？我们有中到，哎呀！好啦，这样也还算是赚了啦，毕竟我们就是那个十一抽嘛，对不对？那等于是就超级必中抽到了，哇！可是居然是冰晶女王猫，哇！希望可以再中个这个蓝眼睛啦，好吧，拜托了。黑暗伏挪伊邪那美有没有机会？拜托！我靠，哎、欸，我说真的。这一次已经大赚特赚了，虽然这些我都已经有了，各位，十八张目前还没抽完，哎、欸，我才抽四张金券、欸，哎，两只超级猫猫啦，各位，哇，这个双倍有感哦，嗯，双倍有感哦，哇，好啦，这边基本上已经心满意足了，好不好？已经心满意足了，但是如果再给我一只蓝眼睛，哎、欸，不是啊，干嘛、啊？每两抽出一只哦。三小每两抽出一只哦，哎，我靠，好好好好，遵从这个定律 ，Oh my god， 每两抽出一只，哎，这啊，这已经超级大赚了，好不好？哇，可是如果给我个黑暗伏挪，我会更开心啊，没了啦，两抽定律结束，哎，这还算是顶猛的耶，三只超级猫猫，哎。虽然都是我有的，但是我已经算是满足了。这算是补我之前就是蛮衰的这一环吗？哎、欸，可以耶！我的天哪、啊，这一次的抽可以耶！我的天哪、啊，十八张还没抽完，直接三只超级猫猫要求。我最后再来一个黑暗伏挪，直接一个快乐收尾，怎么样，各位？来了，快乐收尾啊、哦！没有，猫咪格斗家。反正多抽也是好啦啊，因为多抽的话，我们这样就有其他的这个 NPK 来做一波兑换了。然后冰刀二人组，又是冰刀二人组，嗯，再来，有没有机会呢？好，占卜猫，再来，最后四张了啊。但我觉得现在已经心满意足了，没什么好抱怨的。小抽猫，但是我还是希望可以再来一个伊邪那美或是黑暗伏挪。啊，极限猫 ，OK， 好，没关系。但是我觉得今天已经爆配率了啦，哇，三只超级猫猫，哎，要求我，有点猛。好，只有一个传说稀有，有没有机会？来吧。好，没有肉骨兽。哇，可是我觉得今天这个运势会让我想要灌这个750下去，哎，各位，我的天哪、啊，这个750，两天之后的话呢？好像不然我们那个我们生日再来抽好了，好不好？因为我接下来这个27号过生日，搞不好生日运势会比较好一点点，可以来看看。但今天我觉得基本上已经蛮爽的了啦，好不好？已经松嘎歪歪了，没什么好抱怨的，各位真的是没什么好抱怨的。猎人地图来啦，各位好，那这边的话我先看看哦、喔，
先来打一下哪一些东西。蓄十月强袭，这边好像可以再拿一张金券，对不对？好像应该是可以再拿一张金券哦。我觉得之前好像也只有打到就是第十五关而已。我看一下哦，这边复制一下。来，我们接下来打这个。这边还有一张金券可以帮我们有个机会这样子。有欸，我觉得今天已经算是心满意足的一天了，好不好？超猛欸，哇靠，18张三只超级猫猫，哇，这个运气有点猛，好不好？哦，难道最近这个运气要回来了吗？我上次抽了那个明朝，抽的就是很惨，但是现在好像还有其他游戏救回来吗？感觉不无可能哦。哎呦，大运动会好像要把我给车烂了，各位。因为这关的话只能出十只猫猫啦，这个也是挺麻烦的。哎，好像要爆开了哟，真的要爆开了。哇你嘞！3600，阿努比斯来个破盾吧！完了，这个速度好像有点，对，稍微偏慢了一点点。那个踢脚脸哥，这关太多那个太多这种要破盾的角色了，对，这太麻烦了，破盾宰一堆。然后我们这边又只能出十只猫猫哦，所以这边会稍微有点不足哦。好，先把那个谁，先把初号机派出来。哎，有了，这个炸的好啦，这个完美了。哦，好险，这边已经被我们击退掉了。击退掉的话，他应该就弄不到我们这个，对，他弄不到我们的塔了哦。弄不到我们的塔了，那你就只能回家休息啦，老哥。OK， 拜拜。哇，这个什么、啊、拳击手猫猫确实还是顶神啊，那他一直击退，一直击退，让我们的初号机打不到。哇，初号机打不到啊，我们这边直接收割了呀、啊，太好笑了。好，大运动会没有问题，感觉这边要再带个那个、欸，要再带个那个打恶魔族的，不然那个没破护盾应该会爆开。来看一下啦，这个吧，带一下这只，这只的话二人组下来，猫咪研究家这样子走起好了，来。这个小恶魔拿看板疯狂砸人的哦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然后这边我觉得应该后面要先叫一只那个，先叫一只初号机吧，应该是我们刚刚太快碰塔了哦，有可能是这样，太快碰塔了。好，先让他们钻地板，钻个地板，然后这边看看五猫来一下，有了，你这边把大只的都叫出来。欧耶！快先把这些会钻地板的都先解决，然后这边盯一下，盯一下，然后这边来一个阿努比斯，好了，这样就稳定了，这样就稳定不少了，各位，全部给我出来！靠哟，这不愧是 LV 40等的天使炮呀，好不好？这个轰下去超级无敌有感，吼！哎，阿努比斯这个轰一下也是很痛哎、欸，有哦，各位。好，140统帅力给你。其实感觉好像打慢就可以了耶。我们刚刚应该这真的是打太快了，打太快，然后就变成那个。那我们就先这个出去，然后先让他们钻地板哦。有哦，了扛住哦，了扛住哦。好，然后这样子走起。然后恶魔的这个来帮忙破个盾，破盾仔。这边来阿努比斯，然后再来一个小鹰，然后这边谁敢钻地板，我们就让他嘿嘿嘿，好不好？有了，等后面那只河马钻地板的时候，好挖出来，结束这回合。我靠，真的是这个天使炮直接就把那个踢脚脸哥给打爆了耶，可以耶，没有问题。大运动会，我们应该可以打到第十九。哎，没有哎、欸，我居然还要再等，哇，尴尬了。好，没关系。反正现在来说的话呢，我们基本上就是慢慢继续消一下。然后这个41楼应该也是很多东西可以打了。
好，那今天的话，基本上我们这边的这个超兽季啊，我们是直接出了三只超级猫猫，确实是挺爽的啦，好不好？那大家有没有抽呢？也可以跟这边分享一下啦，好不好？那接下来的话，750罐罐，我想说，我应该是可以那个吧？我就等那个什么，等我们那个。等我们27号啊，刚好生日的那一天，大家看到影片的话应该是28号了。生日的那一天，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就是拿到，好不好？拿到我们这边的这个角色哦，应该是可以。哎，这伊邪那岐真的是很夸张，因为之前我都是用鱼人猫来扁，结果这边直接完全没问题，直接不需要用，直接不需要用鱼人猫扁的，他直接把那个没那个什么挖机戳死了，我的天！然后他这样看起来也要把我们的这个哇觉醒母特猫给戳死，太神啦各位。好啦，那就祝福我们27号的时候可以抽到我们的这个，好不好？伊邪那美或是我们的黑暗弗诺拉。